的示范人员就缅甸会址。好，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他在移动之后，他的人员的动作，然后就会形成一个 3D 的图形。好，那我们待会的一个第一个演练是做我们的战斗设计。那我们同时搭配到我们墙上，可以看到有六颗的灯光反应训练的系统。那这个灯光反应训练，它最主要平时是透过声音或者是灯光的一个刺激，然后让我们的人员来去做感应或者是打击扑灭的动作，来去提升我们人员的一个敏捷能力以及反应能力。那我们这次就搭配我们的战斗射击来去看我们人员他在实施射击移动的时候他的一个敏捷性跟稳定能力。好，接下来请看演练。好，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光亮起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他立即出示出枪刺鸟的动作，那同时他的动作都会同步呈现在我们外部的上方，我可以让他的点好都同步在做移动，那他会把这个动作全部都收集下来，那来去借由一个系统来去针对我们人员他在实施射击瞄准运动射击的时候，他这些专项动作他的一个关节角度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讲到他的枪上面有提供有第二三个感应器，所以他这个枪支可以看到他的枪在出枪的时候他的整个稳定性以及流畅性是如何，那可以透过他平时如果说他射击在多音的时候他的动作怎么样，他依照这个为基础来去借此修正我们人员在射击时候的一个动作。好，那因为这个系统它必须经过后置，它才会呈现的比较好。第二组作战在前方的地点介绍是，包含下面的滑轨跟护木的部分，我们都寻求1:1的制
做，那它的重量平衡点跟实枪一样，拿起来这个地方它是会平衡的，嗯，所以它就跟真枪的平衡重量是一样的，那它可以满足我们一般部队在这种高强度战术体能的训练，同时间借由空气枪来达到很多实弹我在卫星训练之前射手的不稳定因素，先将它消除，那可以满足它的用枪守则的观念，然后更换弹夹的技巧，同时间在射击控制瞄准上都会相较以往的空操训练来得更优，所以我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今天的战斗体能训练。好，谢谢。